你的爱如水云彩，我真心没错。
谢谢你们，希望你们小队不光可以持续，因为这让我想到在小队那里的团队。今年六月份，我本来应该要在小队干，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，延到了明年的11月12号。所以今天教学氛围让我觉得有时间跟小队干的人一起唱歌。谢谢你们，很美，很美。好，我接下来就是要唱我的最后一首歌了。那你们可以把你们手机的灯光继续的照亮。多大人吗？留在那我台上的这个，所以其实把手机的灯光打开，我到了曾经伤心的自己，因为现在我们都长大了，我们可以有更强壮的心情来面对过去的伤痛。然后今天有这么多孩子，三个大孩子们跟我们一起同心呐喊，同心加油。你们知道什么歌吗？大声一点。Thank you.
Thank you.